大家好，我是君婷，我是欣如。本周由我们为你播报消息报告。本主日攻守圣餐。本主日早餐开始，我们的圣餐方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我们开始采用这种二合一的饼杯，饼杯上面有两层膜，第一层膜是透明的。当牧师说我们一起来享用这个饼的时候，请大家撕开透明膜，取出饼一起享用就可以了。第二层膜是蓝色的。当牧师说我们一起来享用这个杯的时候，请大家轻轻地撕开蓝色膜，一起享用就可以了。请大家打开蓝色膜的时候要小心，以免滴到椅子或是地毯哦。请大家小心注意，是轻轻的。另外，儿童牧区也会在二楼一起来守圣餐，因此请爸爸妈妈们在聚会之后直接到二楼来接回你的宝贝哦。还是考你个数学题。来呀、啊！下个月是几月？12月。12月有什么节日？当然是圣诞节啊！是的，在圣诞节呢，我们有一系列的圣诞欢庆活动哦。12月8号，我们邀请到蔡志东博士，他要与我们分享神完美的创造。12月15日，我们邀请到轮椅神射手郭雅胜弟兄，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转眼看见幸福。12月21号，星起发光，这个厉害喽！星起发光是由一群专业的音乐人所组成的。团长陈美威弟兄，他曾任宝丽金、Sony 以及滚石的音乐总监，现任中国好声音的专业评委。他将带领他的团队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2018年所创作的诗歌，以及他们每一个团员的生命故事。哇，我一定要带我的朋友来参加。请大家预留下您的时间哦。最新消息请关注教会 LINE 账号。我们不见不散。开机12月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你知道是什么吗？该不会是洗礼吧？是的，我们的圣诞节洗礼已经开始报名了。报名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找各区牧及小组长报名，第二种是向我们的行政干事刘刚宇干事来索取纸本报名表，第三种是线上报名。线上报名的连结在我们的教会 LINE 账号里面，点进去报名就可以了。以上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LINE 到教会账号哦。接下来是全人更新营的消息。全人更新营帮助我们的生命因着经历圣灵而得到翻转，让我们的人生更上一层楼。邀请弟兄姐妹把时间预留起来哦。时间是在12月14日晚上7点以及12月15日。邀请预备受洗的弟兄姐妹以及希望再一次被更新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哦。理财有道你上过了吗？理财有道的课程帮助我们更认识在圣经里面对财务的价值观，并且帮助我们做好财务的规划，得到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富足。时间是在1月18到4月12，为期11周，费用是1500元。线上报名请到我们的 LINE 账号里面点选连结进去，跟着步骤走就可以完成报名喽。有任何问题请下吴姐妹她的 LINE 账号跟电话。在这里，欣如，你每天有在祷告吗？有啊，我每一天都跟着伯特利知识祷告店所发出来的讯息一起来祷告哦。那要怎么加入啊？加入的方式有3种。第一个是到大厅扫 QR code。第二种是在我们的 LINE 里面有连结，点进去加入就可以咯。第三个就是加入 ID 在这里或是在微加这上面都有哦。欢迎大家一起加入伯特利知识祷告群组，一起来祷告。 FM89.1 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11月25日晚间10点到11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本周我们专访到陈妍玲姐妹，题目是依靠神不再依靠自己。以上就是本周的消息报告。讲了这么多，大家有记得吗？一定要注意哦，该加入的就要加入，该参加的就要参加。谢谢大家。